来到可乐都市传说系列71致谢危机。人工智能啊，这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科技，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绘图、写作等功能。但为什么 MC 官方连夜警告玩家不要用 AI 玩游戏呢？这名玩家正试图用 AI 帮助自己通关 MC。 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花费了整整2分半才让 AI 理解了 MC 是怎么玩的。玩家感慨自己是不是被骗了，这个 AI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可很快事情就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了起来，在收集一些木头和石头之后，紧接着 AI 就开始屠杀 MC 里能看到的所有生物。至于原因， AI 的回答是，所谓生存就是要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。接下来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庇护所之后， AI 又前往了矿洞，在地下又是一场混战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个 AI 似乎格外的热衷于战斗。下一秒 AI 返回了地面，紧接着抓了一些小动物，搞起了生物养殖。可当玩家问起来这么做的原因时， AI 却回答他，这让玩家瞬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给谁献祭？紧接着游戏就被强制关闭了。但玩家从后台却发现，这个世界始终保着开启的状态。